哎，高错台了，高错台了！啊，接 game 实况。过头了，过头了，过头了，过头了！哎呦，撞断一个铁树啊！好了，我们要进来我们的办公室。Welcome to my 慢慢的大平台，来吧，今天的偷车日记，看看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呢就可以遇到顶级的车呢？来吧，确认一下。终极的，我们要偷的是王者 RS。你们一定会问说，为什么不用运兵偷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开车呢，被人家追逐啊，或是跟人家追逐那种比较刺激。对啊，我记得王者是砰砰的车啊，怎么会不见了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雷了，我雷了，我雷了，我以为是要偷橘色的，抱歉，抱歉。没事，没事，我们开车边欣赏风景边聊天过去啊。Sorry， 没想到才一开始就雷了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我们的王者 RS， 今天的第一台雷车，在这边呢。哦，有人哦！哦，一个正妹在顾哎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！你不要躲在枪后啊，不要躲在枪后啊 ！OK， kill， let's go！走！我们赶快把这台开走。这个待会会有蛮多那个人来打的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！哎，这台真的蛮不错，你看这个 N 单控的兵啊！啊，糟糕糟糕，有人在追！这个 NPC 都超强的啦，谢谢小傻瓜。1410还可以啊，糟糕了，哇塞，一撞直接 double 哎、欸！忘记了，哎、欸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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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We got it！ 终于两天只下到了。目前顶级有这四台啦，不过有时候会有系列车，所以系列车我觉得先暂时不要卖哦，对不对？大家是不是说系列车先不要卖这样子？反正你仓库必须先存十台标准，十台中级的，这样比较好啊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再多偷几台啦，看今天这个目标可不可以达成。偷到之后呢，之后下次派的命令几乎都会是顶级的。我觉得最好玩就是要回办公室按电脑，看看到底会不会偷到什么猴车，好吧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。噔噔，交易载具，拜托来一台顶级的，顶级的，顶级的，现在好多人在上面了。哦，我到时候再公布，来吧，看看是什么车，标准级的，刚刚好，一台中级，一台标准级的，这两台刚刚好。哦，要去人道研究室哎，这关不到干嘛嘞？真的很远哎、欸，它有的很远哦。我记得之前好像有用过九公里的哦，九公里更远，应该可以直接奔上面吧？我直接，糟糕，越开越慢。算了算了，再试一次，不要打滑就好。冲啊！对啊，我就觉得玩这个游戏就是边聊天，然后边竞速，这样还蛮好玩。我载你比较快。哦 ，babe， 好大啊！糟糕，不会爆吧？不会爆吧？还好还好。啊，阿不西啊，我的妈！来了，偷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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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联盟。帅哦，感谢他们帮我把那个兵呢给打死了，阿米打死了。好，我们要去勾涡轮剑齿虎的改装馆、欸。我其实不太会玩这一种关卡，因为。这种要在那个海上面吼勾住它，我觉得很难。是那太晃的吧，对不对？我要稍微盘旋，稍微盘旋。哎，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岛屿，这边没有岛屿，可以让我降落，就等直接勾了。哇塞 ，Hank 好猛哦！谢谢酷酷，太猛了吧！啊，没勾到。啊！差嘛差嘛差嘛！哎、欸，到底是怎么勾啊？哦，勾到了，勾到了！哦，这台才是哦。哎、欸，勾错台了，勾错台了，勾错台了啦！哇哩哩哩！一直以为是那台、欸。谢谢病。哪一台啊？是黄色那台吗？哈哈，有了3000块了，超难的啦！
我怎么会知道不是那台呢？因为我刚刚按想说其他台都不能勾啊，结果只有这台可以勾。然后后来它才可以。好，我们赶快走，赶快拖走，赶快拖走。再一台就好，我们再一台就好。我要飞越这个城市里面。夜景很美哦，这一定要剪，等下会被人家按不喜欢。啊，过头了，过头了，过头了！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差嘛差嘛，六千啊！啊，我真正是农民爷。有钱呐！没事，这台放里面。哎呦，这里可以进去的哦，太酷了吧！好，再一台，来个顶级的吧，拜托了，中级的，谢谢 SED， 好吧，走吧，我们再来偷一台，偷偷偷，一直偷，偷这个好赚钱呐！啊，我忘记叫整机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要去海边的。OK 啊，让它载好了。走走走，哎哎哎哎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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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佩罗码头佩罗码头，为啥要停下来啊？哎，不要嘎我的降落伞啊！差嘛差嘛差嘛差差差差，我还刚好挡在我面前呢。哇塞，大家都先帮我把人打掉了，这太猛了。这个 PM 2.5 了，这个有了有了，就是这台，好帅啊这台！谢谢大家。哎，我们等一下会加班。哇操，糟糕了！我先不要看聊天室了，先不要看聊天室了。看一下怎么死去。来吧，我们快走快走，好吧？这一个偷网我们就来。哦，这个整个空气品质真的很不好，你看连那个阳光都会有点透射的感觉。这台好好开哦，这台。对。好啦，来看一下我们目前呢，今天要偷三台，我们偷车日记 Part 3， 有点雷的偷车日记。目前标准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台，谢谢指导。中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顶级有四台，好不好？下一次我们再来护送这几台哦。下一次，谢谢蔡文义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个偷车日记哦。偷车日记是还蛮圆满的啦，因为有各位的帮忙才能够这么顺利。